1974年3月18日生于山东青岛，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。1992年毕业于青岛艺术学校。1997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本科班。1995年在陈道明、徐帆主演的电视剧《一地鸡毛》中饰演小保姆，这是他的首部影视作品。朱媛媛和辛柏青，你可能对他们还很陌生。朱媛媛是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张大民的妻子，是浪漫的事里的老二宋宇，是小别离里的吴佳妮。如今二人有自己的小孩，在教育孩子的上面，朱媛媛说孩子最好的正能量就是让孩子看到父母间的恩爱。朱媛媛自曝经常和老公说，你爱我就行了，除了爱，其他方面没必要看得太重。说到自己的丈夫，朱媛媛说自己的丈夫是自己的大学同学，从1993年上学到现在，二人一直相恋至今。辛柏青也是一位演员，他没有朱媛媛有名气。朱媛媛在接戏时遇到一些好角色时，会要求导演让她的丈夫一起来参演，夫妻二人经常在剧中扮演夫妻，可谓戏里戏外都是夫妻。原来这是朱媛媛自己的要求，如果别人来演自己的丈夫，她觉得别扭。在今天名利场充斥的娱乐圈，能看到如此简单的爱情故事真是难得，愿他们幸福终生。谢谢各位看官，能百忙之中阅读文章，你们的阅读和评论是小编继续坚持创作的动力。